万丈红尘三杯酒，千秋大业一杯茶。我就是在唐人街开和茶轩的和茶大话，它是我的 cup of tea。 我们是唯一共喝一杯茶喜欢一种茶的朋友。真正的友谊就是我不需要一定要见到你，我知道你会回来，我在那静静的等你就好。这是友谊吗？为什么大家赶得过年前都偷鸡摸狗？因为要偷鸡摸狗好过年呢、啊、真的都是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不重要的锁，不重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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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不重要。那哪个重要呢？掉一阵，嘿，不重要的唇印，气我，又整我，又是密密麻麻的东东。不是吧，每个都要这么开？就是四十几个这种卷宗你也不能不开，开完了就啥都没有，你说找谁说理去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复原也是同样的时间，互相整吧，互相伤害吧。倒开这个，嘿，怎么了？又是二十多个卷宗，我不会再上当了。哦，这都啥呀？不是要我把这些钱数数出来吧？我一个那么淡薄的人现在开始数钱，我可是千秋大业一杯茶的和茶呀。哎呀，我快疯了。